好，今天呢，来教大家怎么抓这个颜值金哦，因为有很多人在问，找不到它。那这个颜值金呢，有四个地方可以抓。那我觉得其实，目前我在这个工业区有看到，所以就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水工业区，坐标是4765-3030这个位置。那它这里除了这边，好像还有其他的地方啊，就是。我先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OK，那这个地方这边会有个很高的一个怪物哦，旁边呢这边就有一个，你看到这边就可以抓了。我这个是二级的。希望对你有帮助哦。这个熔炉巢穴有一个岩之晶在这个位置。这个进来之后呢会在。这个火车后面，三级的，飞走了，收容不成功，还是一样，怪很多。逃走了，怎么抓乖乖兔？乖乖兔呢，在这个迈尔四级左边这个区域，坐标是5336-6593，这边会看到一个叫做落羽松的大树，就是一定要拿斧头去敲它才可以哦。我好像看到金，绿茵镇这里居然有个五级的小纸人哦，在这个空间锚点旁边这个商店厨房，今天进来一个小纸人，五级的哦，不成功，再一次可能就飞走了，不见了。哦，拿到了耶！哇！我要把一些小纸人丢掉好了。一级，五级哦，一级的可以再建了，不然太多占位置。子小，胃口都不小。这要是自己的娃，两天就给他吃破产了。带回去，交给那个叫洛的男人吧，顺便找他报销喂出去的矿石费。32等，捕梦网，打完蜘蛛就可以送你捕梦网，
你在叫我吗？怎么感觉到有声音？就是他，江平武。这玩意儿我老早就觉得不正常。快，收容掉他！快，收容掉他！什么情况？幸亏，我们怎么被越来越多的羊驼包围了？不，陈主席，这些仍是假象，根源还是那个江平武。只有他是真的。
脱裤。喂，把这变态带回去给我。